我们要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，开放而不是隔绝，坚持共商共建共享，不搞赢者通吃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，让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国际分工，共享经济全球化成果。 我们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，促进文明包容互鉴，为人类进步再做贡献。